好，现在进入这个雪域求生，我们来吃个鸡。你们先打死老虫他们。大家进去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要走在一起，别逞强。你看这一起，怎么都会被屏蔽。上次你不打微笑，被微笑杀了。小图图看到就先解决了，好像没有人能够看到我随便就先解决了。现在是不是榜一啊？你看我战力才有29万，不是呢？啊？血量就掉了吗？你们？等我应该把这个鱼拿出来，是不是？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多指点我。13区第一和我差不了太多吗？你在说笑？我先把这些装备拿下，2级武器。好，三十万战力了。一开始有匹马很重要，去收集资源用的。然后他为了防止有人一见面就杀了，杀红眼然后死掉，他还会设置一个，前2分钟死了可以自动复活的，所以这个游戏这点还挺好。来，我就跟着点点，不是我就跟着米可，这里他们抛下了点点，他们还是要我的，还是给我面子的。反正就看点点走哪儿，我们就走哪儿。然后装备其实无所谓，装备我们杀到人之后肯定有很多的，所以不着急。最主要是要去杀人，然后要是现在能够拿一匹马的话就更好了。让我保护你吧，米可大人。哎，这里有人，但他跑掉了，马上就没有复活次数了。抱团杀人剪刀啊，就是这个，你说的没有错，抱团杀人剪刀。看我们这个策略多无敌，披风要一个。好的，这个马我不需要，给米可大人，我可以跳一跳就 OK 了，没什么好氪的了。哇，这一听名字也是个氪佬呀！哇，血祭单。不要吗？那么多东西还不要？我其实可以回个血。又来了，哇，小朋友，哎，点点，不好意思的，这里帮我们一下，把这个装备还给我们吧。哇，这点点有点厉害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他一条生路？无眠，这里来人了，先保护队友啊。你们有血瓶吗？好，我挡前排吧。啊，你好，小朋友。哎，这里有血祭单，这个你们谁拿一下？我血祭单有了，所以我不需要。一块石头，3级武器，血术灵气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34万了。啊，回上来了，可以的。我们再跟着他走了。这里那个宝箱离我太远了，我们先不要去。上次我没有吃鸡，就是在宝箱这里死掉的。这个方向，这个是个墙哎，马上要缩圈了。新的圈出来了，我们还是在圈里面。那会儿有的架打了。他们要不要紫色武器？哎，这里有筹斑。这里两个人一下把我秒了，他们三个人，我只看到了一个，杜天忍要哎呀呀呀！刚才米可他刚好去上面看去了，战斗结束，米可也死了，真吓得没有，我就以为我们三个人站得很近，轻轻松松加上我和俊哥直接先秒一个，对吧？但结果这几个人就盯着我一下子把我秒了，肯定是先秒我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好的。单场胜利，刚才那个啊，真的是眼睛一闭一睁，人就没有了。他们这个战力其实也不是特别高，因为我都是有那个橙色装备的人。我橙装34万战力，其实已经挺好的了。但是他们刚好集火了我没有反应过来。那里刚好我也把我的位移技能用了，我上去揍人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把我的突进用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没有突进了，我也躲不了。而且我也没有想到一下子那么多人这个技能全打我身上，当时我还有血药的，我都没有吃。好的。7天基金啊，68块钱，7天基金的68块钱买一个吧，这个元宝还是比较划算的。操作太快了，这里可能又是 bug，我们上次也是遇到一个 bug，这里没有了，不管它。好的，继续提升我们这个战力，我们今天提升到5500万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让对面这个大佬看一看，对吧？我们20万钻石再花个10万，打不掉血吗？
打掉血的，我打别人也疼，但是我那个技能没有放上，有一个技能没有命中，那个技能好像要手动放。好了，这个魂装差不多就这样子。魂装，等一下我看一下能不能合成一下。哦，这个可以合成的，这个三星的先合一下，把所有的能合成的三星全都合一下。哎，这个武器最后还有个武器可以合一下。好的，符文搞一下，符文最后再搞，符文能加不少战力的。我现在已经按耐不住，我要抽奖了，好吧？简单来说，我按耐不住了。魂装明天再升级，明天能提升很多战力的。好的好的，明天我们还要充值，明天我们充个五千的话，我们还有十万钻石。就今天的我们留十万，明天再充五千又有十万，所以我们总共是明天有二十万。今天直接抽吧，来节庆。好，一个红色。这个折戟丹翅膀精华给的超级多，灵纹今天可以升十二级，超级牛。然后最希望给我几个这个七级的玄石。哇，童年来了，小图图觉醒了，这刚好是个机会。自选石珠石，哇，这个其实都不错。小兔子终于学聪明了，没有没有，只是今天真的很开心。符文一会儿来，这些都一会儿来弄，不着急的。然后现在我背包空间足够，把这些可以全抽完。哦，自选神珠石又来，这个神珠石以后是很宝贵的，其实现在多抽一点也没有关系的。哎，刚刚是一个七级吗？刚好是一个七级玄石，是一个红色的玄石。正常都是这种四级玄石，你看它是一个紫色的，刚才那个是红色的玄石。哎，没有红色哦，自选神珠石。哎呀，今天看得爽，我今天玩的也爽啊。我的童年呢？嘿，两个红，一个红，两个红，一个红。我感觉抽慢点，这个红好像会给的多一些。哇，童年来了，这抽的太牛，停一下，停不下来了呀。为什么要停？一个红，这童年给的还可以啊。哦，你看又给七代童年，可以升级了。稍等一下，哎，我其实就想看一下这个灵纹，它升十二阶，我就差一个了，升一个看一看。加了五万啊，其实加的也不是特别多，元素的全抗加了1500，就是各种元素的这个抗性都加了，其实还可以。我会变得更肉一些，继续抽啊，宝贝儿来。哇，自愿神珠石一发入魂，红的，两个红的，两个红的，一个红的。哇，童年又来了，哇，这童年感觉可以加很多。红色冰魂，幸运之灵，哇，四个红的，我的天，爽。哇，神珠石，哇，神珠石，哇，神珠石，哇，这几次哇太赚了，我感觉这游戏都可以玩到八月中了，真的。你说到时候倘若我们和十三区的跨服打一打，然后把十三区揍一揍，然后再合个区，然后之后我们再跨服和一区跨服，然后再把一区的大佬揍一揍，这可不得玩到八月底吗？对吧？哇，童年嗨起来的，两个红，一个红，我看一下花多少钻了。哦，还有4000块钱的这个钻石可以用，两个红，哎呀，一个红，不错啊，我感觉马上我都要超过俊哥了，哈哈哈 ，GM 已经笑哭在厕所里了，这游戏真的已经笑哭在厕所里了，赚了我们那么多人的钱，剧本完美，现实残酷，对面也不是轻而易举投降的人，氪金这人气就是高。啊，昨天那个是悲剧了，七彩童年又给一个，因为昨天前天都没有充钱，啊，前天其实充了5000，但没有活动，一点都不精彩，我没有今天爽，啊，欢迎大家把免费礼物送送，漂亮了吗？俊哥明天开始，俊哥应该是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吧，到时候问问他，我直播下了之后问一问吧，反正俊哥他说哇又给一个童年，他说要拿榜一，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他的，我没有俊哥有钱，远没有啊，我倾全家之力来玩这个游戏，做这个创业。只不过是人家，吃一顿酒的钱，晚上去出去吃一顿酒，买一个卡座吃一个酒，然后这个钱就没有了，几十万。我觉得我的童年又需要被弥补一下，来弥补我一下。这个折戟丹是真的给力，给好多呀！哇，这个真的比那个折扣商店划算好多。我的天，折扣商城每周限购，就是个垃圾。这个活动我觉得机会难得，抓紧一下。我感觉这个活动真的要起飞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看一下，好，还差1000块钱。哎，我去看一下这个童年，把这个童年抽到刚好可以用吧。魂装先等等，先等等。童年，啊，有8个童年，我们先把童年升下级，3个，加14万，3个，哦，还差一个童年，我们最后再抽一个童年，还差一个童年，童年大佬，给我一个，啊，但是这个七级的那个不太容易给，神珠石，哦，来了，这童年是真的好给，奥利给，奥利给。
好，再加15万步运技能，剩下200多个步运，哈哈哈，太快乐了。然后这里有27个哦，天地之心走起来，不要客气。啊，这174个步运，走起来，我们升级一个加多少？哇，你看这个数值也在上涨哎，感觉哦，好像不是，就是196。OK， 不足了，这步运先开完，哇，爽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稍等一下，哇，有21个树桩，那6级的这个树桩就全靠这里了呀，对吧？6级树桩，我明天再抽一抽，后天再抽一抽。这精灵普通技能也是贼给力，换一下仙羽，继续抽6000万，你给钱我就抽。今天剩下的我就暂时不动了，双等级上去了。OK， 精灵，哇，这开的好慢啊！21个魂装一会儿来开，先把魂点用一用。这翅膀，哇，幸福又是18000，哇，这是21级，哇，这个幻彩蝶翼这个给力，估计升不到下一个翅膀了。这80个东西我们用一下。有这明天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明天也好爽呀，太舒服了。对，今天先不抽，但是如果别人给钱的话，我抽，给1块钱抽1块钱的，给1块钱我抽10个钻石，进阶一下，13000-8000，哇，太爽了，我爽到哭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花的也很多啊，一次138个，哇，24000，牛，11000，14000，15000，11000，14000，哇，8000，我飘了呀。这是奔着5600万去的，我感觉，今天跟明天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明天我也需要素材，明天就是明天就是7月19号了，让我慢慢来，好吧？大家先不要催我，我已经很快了。自动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啊，我要亲手摁住暴击的感觉，给我2倍、3倍，暴击，暴击，哎，就自己摁出暴击的感觉。翅膀加更多你不搞，一直选天地之心，哦，翅膀加的更多吗？没关系啊，仙羽之心，我们到时候看一看。我抽一个这个翅膀的这个东西自选，好吧？我抽一个看一看啊，抽一个看一看啊，马上。仙羽之灵，就那个自选的，给我一个。哇，3个仙羽之灵啊，来了，自选觉醒技能。我看一下，你们说这个翅膀的仙羽之心给的多，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如你们所说的。来吃一个，哇！这个仙羽之心一个加34000啊！哇，那我刚用了50个，少了60万战力的呀！我的天，仙羽之心这里能用200个，我的天 ，Oh my god！ 哦，明天后天的这个我就知道了，就要选这个仙羽之心。不好意思，我傻眼了，我少了60万战力啊！哎呀，这翅膀太厉害了！是的，是的，这个翅膀升到那么高之后，他加的这个仙羽之心太夸张了。我加27000，我不哭，我不哭，明天后天还有机会，明天后天，感觉又能加好多好多战力啊！来，元宝，22个红装啊，魂装先用了吗？好，精灵使用一下，有上限的，以后都要拉满，以后拉满的话，我估计到我退坑之前都不太可能啊，因为它就是200个，我今天抽了20万的钻石，才抽到50-60个，这个再看吧，不清楚啊。原本我以为那个龙行他贼牛，我说我看到他那个6000万战力的时候，我今天中午干的时候贼绝望，把钻石抽完搞到6000万，明天再搞好吧。步运啊也是，我的天，快1000万了，对，马上就1000万了。因为我们职业不一样，有的职业天宇好像比较给力，然后零星的话他比较肉，但最主要还是我花的钱没有人花的多，知道吧？最主要是这个原因，我亏了60万战力，我知道啊。说点我不知道的好不好？好，终于完了，法宝，这个先生这边的34000-40000，好，这个已经加了1000万战力了，亏了120万，之前还有二十，哦，不是，我算了呀，50个，每个亏了16000，50×16000就是80万战力，对吧？这里3800的这个真气，来如来神掌升12，加6万，求天指，哦，这个神照功升12，加3万。其他就只剩求天指了，来，11、12，好的，加66万，其他的都到12了，剩下就是给这些升到18，对吧？来，能不能升到18？14、15、16、17，哎，差一点点到18，真的就差了一点点。这个真气丹，可以先用了，明天我们算了，还是先不要用，先不要用。这个十八
加3900的攻击，差一个就12啊，没关系啊，无所谓，这个不着急。兽装石那么多吗？这80了，这个升到80没有问题，这都是9000的加，舒服哇，舒服了，再给这个升一下，买点就要抽奖，抽奖又抽了一个这个童年，然后又要再凑，我知道的，不要搞我好吧，可以给猴子升了，明天再抽，冷静一下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钻石真的很难攒，就是我如果一旦充钱进去，一个是我自己控制不住，另外你们很多人也控制不住，就是觉得一定要抽，对吧？所以我从来都是充钱的时候就要好好克制。哇，爽！再看一看背包里还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使用一下啊，哦？这个东西，魂装又可以开发一下。OK， 先准备一个宠物，明天130级又一个格子。哦，你是说这个石头没关系？这个石头没关系啊，宠物啊，宠物不用准备，宠物不用准备，宠物就是那只狗，本来都5600了呀，什么鬼？什么鬼5600？整理一下，再继续升级。刚才中了一个7级石头，是的，一会儿开，现在还没有开呢。我先把魂装合一下，感谢一神，真的感谢大家的礼物，帮我把热度也刷上来了。我这里还有3级啊，3级其实不是很厉害啊。哎，包会活动开始了。先进去做一下活动吧，过两天宠物活动又来了，对的，我就搞这个橙色的宠物就可以了，把他们都合到3星就 OK 了。个人排名我现在第3，爽，看我这排名啊，哇，已经第4了，战士第4，战士超过俊哥，我可以的。然后麒麟其实明天就超了，他如果这个钱充的不及时，我说不定明天就拿第1的，说不定哦。哇，感觉这个第一近在咫尺的感觉太爽了。哎，没有了，左边全都是3星的，就先不要管，魂装就先丢着。万年老五变第4了呀，十呀，舒服舒服，把东西放一放，让我们开这个玄石，提醒一下俊哥有可能明天就第1了。哇，有3个7级玄石宝箱，加6万，可以的。哇，这个橙颜色的这个玄石还是很漂亮的，符文还有，等等，先把这100多个开一下，这都是4级的玄石，今天这个太不真实了。5档项链好几个可以合了，5档项链也没有关系啊，明天就6档项链了。我这项链不都满了吗？对吧？俊哥 ，OK， 俊哥有没有谁在群里提醒一下？俊哥他会看群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提升一下，玄石全部升到6，好吧？替换一个。哦，这里看不到这个战力加。这个应该是加25000的战力左右，这一个7级玄石，这里看不到战力变化吗？那有点不行呀。来，先升到6，啊，这里我们先不要升，因为看不到战力。9副 WCW， 哇，是他们3倍了，还有42个玄石没有开，一会儿开。然后我们，哇，超过俊哥排第3了，这个龙星啊，就比我高了一点点啊，这个、其实无所谓。好，先等等，明天新宠物。新宠物明天也会再去抽这个石头，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都要抽的，我喜欢每天分散开抽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之后会有的。啊，这里我们要结束了，我们3倍于其他第二名的这个输出非常恐怖啊，非常非常恐怖，不是一般的恐怖。今天这个不需要拍了，除非是这个7星项链，知道吧？7星项链以外的我都不需要拍。哎，夜谷披风啊，这个不用买了。其实装备直接原价花1000元宝买的话，其实是挺不划算的啊。对，视频已经在录制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啊。这个贝贝，哇，这米格大佬还是厉害啊，他这个伤害还是排第1名，俊哥第4，我呢，龙腾万里伤害第3，哎，我排第3，哎，我还是第3，哇，可以的。这个人物侧脸有点像啊，这个人物侧脸其实还挺好看。明天给的令牌够我升到今天了，有可能啊，明天感觉就够了。帮他掠夺一下，然后我们继续去升级。哦，这个人打不过哎！哎呀，这个人我竟然还打不过，我的天！哇，他这个人也好厉害，我现在是差他差了200万战力，还打不过。好，退出吧，不认怂。这里连机器人都打不过，我的天！我们看一下一会儿的活动啊。今天一会儿的活动是天地节啊，那这次有可能可以揍一揍这个龙形了。他们对我差了60万吗？那60万估计也不太够。
这里可以把这开了，这个石头好像还没有开完，还有42个。好，正在开啊，开完了，使用一下，全部升到6啊。啊，就这里还没有出现啊，但是被挡住了吗？哎呀，这出 bug 了。有了，加9000，9000，这10000的涨得我好爽啊，我心里乐开了花。今天有帮派战，帮派战就是一起去打 boss， 给的奖励一般。但这个活动抽奖活动很奇怪，他没有给很多这个宝石，要是给宝石就好了。啊，这里已经是1套6了，那先不管。这7级的为什么不在这儿替换呢？对吧？把这个6替换一下，替换成7，加了7000，让这猴子厉害一点。哈哈，你们来晚了，到时候回去看视频吧。今天真的是超级牛掰啊！但是我这个补药不够了，来，血池不足，买几个养心露。好，符文可以去弄了。我想想啊，今天其实还抽到几个宝石，但宝石给的太少了。武学的红点先不动，符文我想想，符文这里的符文其实用不了的呀，这些都用不了，因为我暂时不打算把背包里有很好的东西，我看看在哪儿。哎，我没有找着。哦，是这个，其实可以升下，升这个。这个零食先不要管，等一下，仓库呢？这个有可能可以升级的，一会儿出去看一下。哦，是这个，这个东西它是自选的，最好不要搞，最好等其他的升的等级比较高再搞。然后这个可以开一个，开一个，这里可以合了吗？哦，这个可以合了，加了6万。其他的呢？哦，这个差了一个，还有很多素材不够，明后天再抽一抽吧。这里加的不多，只加了6万，白费周折。然后把这里这两个用了之后，估计能加很多很多，可能加个好几十万。那竹子暂时用不了，这个、可以合呀，3星合一个，加了8万。对对，刚才眼睛不好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我再看看，啊，这里没有了。这里至少需要2个2星的才能合。好的，加了10几万。然后这个喵灵差3个，今天下午手速不行。其他的我看一下，这个大漠神威其实差4个，很快了。感谢幻想呀，来把藏宝图挖一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点什么？别告诉我抽奖，我们把活动做一下。这个活动做一下，然后4分钟之后大家提醒我一下，做一下这个拍卖，可能有便宜可以捡。折扣商城没有什么好东西啊，然后做完活动之后就做9点的活动了。日常眼瞎拍卖一会儿去看，先不着急，先把这个扫荡一下啊，先把这个做一下拍卖，不着急的。哎，但是我不能进去呀，这个人开了一个这个他就走了。天涯，你这个眼神也太不好了吧。我也开一个字幕的话，每周的龙纹凤纹没有买，要周一好吧。哎，我的也来了，来便捷组队。哎，天涯申请加入，好吧，我没有能够加入。兽装可以考虑，这里我也组一个队伍啊。兽装这里是4档的2个，其实可以合一下，刚好把这个合一下就 OK 了。穿上，加了5万，还行。好，我们进去打一下这个副本，现在排第4。最多3天就能超老虫了。好的好的，我明天视频尽早，我们加加班。哦，俊哥米可加上我，看看能不能打赢一区的，我们到时候看一看。仓库有20件没有开，我知道啊，那20件是兽装，那20件兽装我打算明天再开的，别的哪儿还有20件，别的没有了。好的，继续把其他活动做一下。花生灵剑参加一下，感谢爷爷。哇，你这个今天有点东西是不是？一键完成，来活动参加一下迎宾秘境。我整个人都特别快乐，特别开心。你们之前认识的那个克老妄图又回来了，分开放了总共40件，对的，差不多。哇，就一下子就秒了。其实，说实话，这个应该等到12点之后再打。俊哥不用打，他会把我挑下来的。哦，拍卖，48秒，
这个竞价其实无所谓，我又不需要。但是这几个坐骑单其实可以，然后法宝的话也可以，对吧？咱还是留个20秒吧。无限能生，图鉴需要18个。这个资质单我应该不需要吧？我就要一个这个坐骑单。参与竞拍一下。哎，或者我拿一下，以后还有要培养的。啊，竞价中。OK，抢了，哎呀，还抢了至尊令啊！我出错了，花了40块钱，我的天，蠢！然后竞价中的是这个资质单被人抢了，坐骑单没有被抢。哎呀，其实来不及了，我当时不应该犹豫的，我当时应该按照我的思路去买这个法宝碎片，其实应该是我的，这就是贪心了，我的天，烦人！竞拍款退还，OK，东西其实已经在背包里了吧？资质单我看一下是搞什么。啊，是悟性培养，这个培养不了，没有能力再去培养了。等下一个神兽过来，然后再培养吧。坐骑还不能升吗？派了那么多，63个，好像不太够哎，好像没有了。但是我现在这个法宝其实也不缺，有133个，慢慢来吧。然后这个真气丹现在够了吗？哇，差了，还差200多个呢，还差得远。这里先不管。哎，可以传攻哎，清风君传一下。躲闪和命中先升一下，恶汉现在有101个啊，这个都10天前了，好远啊！摆摊拍卖的话，悬浮拍卖，火龙枪不需要，好，没有了，剩下10分钟把这些东西做一做。一件哦，不对哦，等级是明天早上6点钟才刷新的，我弄错了，我说错了，过了12点没有东西的，一件购买，OK，一件扫荡，啊哈。啊，有2个红色，残夜和觉醒。哇，还有仙羽之灵啊！仙羽之灵啊，不是仙羽之心，这个仙羽之心才厉害，对吧？仙羽之心才厉害。然后再把别的扫了一下。今天干啥了？今天不告诉你，明天开视频去。英雄谱试炼之地啊，扫荡一下。啊，当前不能扫荡，来扫荡一下，看一下给红色了吗？啊，有一个少阴盔，少阴盔。赶快去卖一下吧，赶快摆个摊儿，这里加个10%，OK 了。临时有事啊，没关系，明天就有视频的。啊，今天 B 站视频我忘记传了，我的天，先不看吧啊，先赶紧把这些东西做了。城主膜拜，OK，参加一下，然后一会儿去打一下经验秘境吧。自我膜拜，OK，给了21万的经验。这是恶汉加我好友，OK，俊格我，米可，哇，这米可这形象。定格在了我一瞬间，啊，这个衣服不是我穿的，这个三个衣服颜色还不一样，挺好的，这个姿势也挺潇洒，我很满意。来使用一下，经脉自动修炼，啊，再冲，不允，升一下，哇，加了14000，这觉醒加了14000，哇，给力，今天5600万应该是到不了了，我感觉，感谢狗狗木，坐骑升级，武学差一点。剩下，来只加15000，现在有点少呀，打一下3倍药水，还是先不要吃。明天开始我们就一直吃3倍，好吃一个1.5倍，OK 了。这里真的有50件这个兽装，好爽啊！后面还有几件，金明搞完了这个活动才有的呀。阵法升不了，阵法是130级才开启。而且那个石头，那个石头还需要攒很久，慢慢来。现在我们可以打压13伏了，就是13伏的人我就不怕他了。我真的希望以后我可以和这个麒麟闵苍生公平较量一下，不要每次都被他碾压打，这样的话我连 BOSS 都很难抢。对，米可今天其实已经搞了的，但是米可他有可能也没有进双倍的这个钻石，到时候我帮他问一问，然后这个排名看一下，还少了80万，你这老惦记是80万，明天来弄吧，明天来弄，这天活动最划算。好的好的，你帅你有罪，好的好的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，感谢你的提醒。哦，贝贝已经第二名了，我们争取我和俊哥明天把麒麟闵苍生搞到第五名去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如果
如果明天这个活动它不会重置的话，那我觉得明天我们把这里的十万钻石用完，然后再用十万钻石，就有20万了。哦，你小欧，好的好的，小欧你有点厉害啊，但是明天搞起来之后，后天和大后天可能就少充一点，大家要理解。哦，请你转天宇了，我们其实很可能也要转天宇。啊，明白了，我们其实很可能也要转天宇。天宇的话是一个女角色，所以我们可能要离婚。俊哥晚上可能有事儿，五星要刷了。我知道，因为九点钟是会刷新五星，但是我们九点钟要去打那个 boss 啊。对不对啊？其实可以先去刷湖星的，对，我们可以先去刷湖星。俊哥他晚上有事情的。哦，来了来了，我就说拍了好多的，哎，但是多浪费了40块钱，不舒服啊。机灵牌直接回收吧。我转枪转啥天宇啊？转枪，枪的话不就是没有输出，就是肉。哦，我是肉对吧？我可以扛在前面。我其实，转职的话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玄宗不是那个叫什么，就是我真武，就这个真武，查看一下信息。哎，看不了，武器搞一搞再转。 OK OK， 好的好的，枪无敌，枪好的不是，这个游戏里面最厉害最 bug 的就是这个天宇。我的话只是说打配合的话，我搞一个肉的话比较可以承受多一点的这个伤害，而且可以有这个控制真肉啊，真武肉是的，那个真武还有这个控制的，所以那个很爽。这里种树看一下，真武可以考虑，实在我们先转这个真武想想，领取，枪伤害不低的。OK， 我是个无脑冲，其实你们说很多遍了，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，那我就无脑冲一个试试。然后这里妖王啊，先去看一看，你的头条给我打广告了，这又是双 BGM。选个肉，我觉得可以选个肉，因为要转，要么是转这个肉，要么是转这个天宇。天宇的话需要转性别，需要离婚，太麻烦了，所以我转一个这个枪，给枪配个奶妈，恶心死人。其实我转性别之后，可以选这个零星，也可以选这个天宇。化神先把俊哥顶下去，我曾经拿过第一的，所以没有问题。我其实拿过这个第一的，所以我不用再抢这个第一了，因为这个第一之后估计还是这个俊哥的。哎，他们没有人吗？奶妈我们有点点，但是点点他的战力没有那么强的话，他的奶量可能也不太够了。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打辅助。哇，怎么操作？欢迎你又来了。我昨天没直播，我昨天还没直播，从7点播到10点。你是找错位置了吧？被哪个主播骗去了？你是？你可叫什么？你可叫？这个是兔子贝贝，小欧也来了，小欧你来晚了，你来早点你还能抢一下这个不悔。转枪也是明天转了，不着急，我先体验一下我这个角色升到这个战力怎么样。这个长歌还是很厉害的，我是前天下播下的早，昨天直播到了9:50。哎，没有我的东西啊，走，